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经文：佛告阿难，如是佛刹，华果树木，与诸众生而作佛事，此皆无量寿佛。 威神力故，本愿力故，满足愿故，明了坚固究竟愿故。这一段经文是总说，是弥陀的神力、愿力变现出来的。佛告诉阿难，极乐世界的华果树木，都能给众生做佛事。 什么原因呢？是由于两个原因：一是无量寿佛的威神力，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，阿弥陀佛有如是的威神，有这个力量；二是本愿力，过去发的愿，所以现在实现，能让众生看见树。 就得三种忍，所以本愿力是总。底下满足愿、明了愿、坚固愿、究竟愿，这四个是分别说。一满足愿，净影是说愿心圆备，发愿的心是圆满。 具备，所以为众生设想的，都想到了。二，明了愿，光明智慧，共同相应故。三，坚固愿，是无退精进，没有退心。四，究竟愿。 七进有情法界寂谷，所以称为究竟。因为他要度尽法界一切有情，所期盼的只是度尽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一切愿都必是以真实之际为体，从真实会所发生具足究竟方便。 所以，它能令众生普得真实之力。第十五品经文讲完了，下面归纳以下几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：西方极乐世界的菩提树饶益众生，给予一切众生无比殊胜的利益。 这个书圣的真实利益，就是断烦恼、证菩提、成佛道。眼见菩提树，耳听树的声音，鼻嗅其香，舌尝其果味，身处其光影，念树功德，书圣利益不可思议。 用一句最重要的话来说：“皆得六根清澈。”第二个要点：六根接触菩提树的境界，所得殊胜功德利益，无诸恼患，不可思议。现代人不是无诸恼患，而是恼患诸多。 苦不堪言。我们六根接触菩提树的境界，帮助我们远离恼乱之患。外面的境界再多再复杂，我们用清净心来对待它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心专注在一句佛号上，就远离了恼乱之患。 菩提树的功德利益，我们受用了。第三个要点，佛法有神通，不但有神通，而且有大神通。但是佛菩萨不以神通做佛事，做佛事就是接引众生。佛用什么方法接引众生？ 用经教，把道理讲给你听，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到最后都归到你的自性。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骗人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 第四个要点：明了宇宙是从哪里来的，它的真相是什么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对此，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最清楚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所以，佛教我们向内学。 不向外求，外面是假的，里面是真的。内是什么？内是戒定慧。戒就是方法，遵循佛所教诲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帮助我们把真心找回来，把妄心放下，真心。 生智慧，不生邪见，这是佛法。到最后帮助你，还是你彻底放下了，成佛了。你不放下，佛也帮不上你。宇宙的真相是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第五个要点。 阿弥陀佛，讲堂周边的菩提树，它是表法的，它是阿弥陀佛的标识。第六个要点，获三种忍：音相忍、柔顺忍、无声发忍。忍是什么？忍是禅定。这个忍就是肯定。 承认没有怀疑，也就是认可、同意。对佛的说法没有怀疑，完全接受，这叫忍。见树成人文明得忍，皆是不可思议又不可思议。什么是成人？黄念老的解释是成。 是成就，就是得到。前面说到六根，这里只选一个，选眼见。眼根搞明白了，其他五个全明白了。四十八愿里，第四十一愿“树线佛刹愿”和第四十七愿“文明德忍愿”这两个愿。 都落实了。什么是德人？德是得到的意思。如果说剑术成人和文明德人两者相比，则文明德人之意更为显著。文明德人要功夫。 今天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人很多，为什么没有得忍？功夫不够，在六道里迷得太深了，完全被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迷住了，不知道五欲六尘是假的，把假的当成真的，所以不能得忍。 黄念老对三种忍的解释：音相忍，闻法悟道，知一切法如生之回响，如梦幻泡影，名音相忍。这个人是别教三地以下菩萨所得，柔顺忍。 舍离言权，去入实相，名柔顺忍，是四五六诸地菩萨所得。无生法忍，若正入实相，离一切相，名为得无生法忍，则在七地菩萨以上。这个概念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。 会帮助我们提升。总的原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：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生心要无住，就是菩萨；生心要有住，就是凡夫。什么叫有住？说浅一点，生心心里觉得有，这叫住相。 并不以为那是假的，所以他生心有助，有助他就生心，他不能无助生心。菩萨有本事，生心和无助画等号，生心就是无助，无助就是生心，这就是功夫成就了。我们敬宗。 用什么方法解决无助生心问题？我们生心有住，但我们不住生心这个住，住哪个？住阿弥陀佛那个住，就是给你找个住的地方，住在阿弥陀佛佛号上，这个住的好，妙，太妙。 十地以上菩萨叫寂灭忍，这是最高的了。寂灭没有烦恼叫寂，没有生死叫灭，没有烦恼和生死的境界即是涅盘。下面讲第十六品经文，《唐舍楼观》第十六。 这一篇经文，世尊给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，重点讲衣食住行里的住。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的住处是什么样子的？这也是大众关心的事情。世尊把阿弥陀佛说法的讲堂。 菩萨修法的精舍，以及一切楼观、兰水，一一介绍给我们，彰显了世尊对众生的无尽慈悲。请看下面经文：有无量寿佛讲堂、精舍、楼观、兰水、一阶七宝，自然化成。 复有白珠摩尼以为娇落，明妙无比。诸菩萨众所居宫殿，亦复如是。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是：无量寿佛国中说法的讲堂、修法的精舍，以及一切楼观、兰楯、兰。 是栏杆直的叫栏，横的叫榫，也都是七宝自然合成的，并且也都悬挂了白珠、摩尼等等宝做的璎珞，交叉悬挂，如同网络，互相辉映，互作装饰，光明美妙，没有相比的。 诸菩萨众所居住的宫殿，也是一样，显示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。请看下一段经文：中有在地讲经、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、听经者，有在地经行者、思道及坐禅者。 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，精行思道及坐禅者。上一段经文讲的是静，这一段经文讲的是静中人。修学环境殊胜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最殊胜的修学环境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 这一段经文，充分体现出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菩萨们行道自在。经中举例说明，极乐世界的人是怎样修行的。他们有的像我们世界一样，在地面上讲经、诵经。 这句话很重要。讲经对自己是提升，为什么？遍遍不一样，遍遍都有进步。诵经就是祖祖相传的，教我们读书千遍七，七意自见。七意自见就是开悟。诵是背诵。 经读熟了，不用经本可以背诵下来，没有错漏之处。这在修念佛三昧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都可以看到，每个人都在用功。这是地面上的，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惊行者。 思道及坐禅者，这是举例说明极乐世界修行人的种种形象。有人在地面上讲经，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听经、诵经、受经，还有人在地面上经行、经行。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绕佛，有两种形式。一种是绕念，一种是在线上来回走着念。还有一种坐念和绕念相结合的方法，也很适用。我们六合小院儿是这样的，分三区念佛，一。 绕佛区，二止静坐念区，三拜佛区。这是指念佛堂里的三种念佛方式，每个人自由选择，也可以三种形式交替进行。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绕佛，早晨四点钟，在小院长廊内。 绕行三十六圈儿，大概用时一小时二十分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人在地面上思道，思道就是思为于道，与坐禅，就是打坐休息禅定。极乐世界，在虚空中。 有种种不同方式的修行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再说说关于禅和密。上净下空老法师的三位老师：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师，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对老法师说了同样的话。 不许他碰禅，不许他碰密。告诉他，你不是学禅学密的根基。这是三位了解学生根基，是对学生负责任的好老师。老法师教会我们：禅不是好修的，密也不是好修的。 都要有好老师在旁边照顾你。修禅定容易着魔，所以一定要有好老师。禅堂里有老师指导，有堂主，你有问题的时候能帮助你解决。如果着魔而没人帮助解决，那很苦。我们一般人叫神经病。 把你送到精神病院，你可苦了，苦一辈子。所以学禅学密要慎之又慎。首先，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，选择契合你根基的法门修学，这样会更稳妥一些。比如《坛经》。 明确告诉我们，禅宗是度上上根人的。注意，是上上根人，两个上，不是上根人，中下根人无分。你选择修学禅宗，首先要确认自己是上上根人。谁来确认？自己确认，别人。 不能给你确认，选择修密也是如此。无论修禅、修密，一定要有好老师指导。没有老师指导，自己盲修瞎练，很容易出问题。就连打佛七，老法师都这样告诉我们：决定不能打精进佛七。 决定不能打波州三妹。波州三妹是九十天念佛，九十天只能站着，只能走动，惊醒，不能坐下来，不能躺下来睡觉，没有这个身体不行。这个也会着魔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没有一定的功夫，没有把握的事情。 不要轻易去尝试。李炳南老师一生打过两个精进佛七，以后再也不敢打了，因为在打佛七过程中，有一个学生出问题了，李老师花半年时间把他恢复正常。如果要是没有功夫，尝试搞这个。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。现在高人少了，一旦出现问题，没有人能够处理得了，后果相当严重。不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千万千万不要追求神通。记得几年前有这样四句话：神通不能求。 求了不能得，得了不能用，用了必着魔。要牢牢记住这四句话。追求神通很危险，请看下面经文：获得须陀环，获得斯陀汗，获得阿那汗、阿罗汉。未得阿维越智者。 则得阿惟越智，各自念道、说道、行道，莫不欢喜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前面四句说的是小乘四果，即出果须陀环、二果斯陀含、三果阿那含、四果阿罗汉。 在极乐世界，繁盛同居土中，种种修持的人，上面所说的四果，指的都是断货若把贱货全断了，就等于挣了出果。但他发心不是只是出果，我们知道，实际上极乐国土。 一律是发大心的菩萨。往生论曰：“二成种不生。出果须陀环，名为入流，是凡夫出入圣道的法流。二果斯陀含，意为一来。断欲界九品私货中的前六品，还需要。” 到人或欲界天再受生一次。三果阿那含，意味不还，断尽欲界私货之后，三品不再还欲界，以后受生只在色界与无色界。四果阿罗汉，意味杀贼。 应供不生，断尽上至非想出一切思货，入有余涅盘，不再来三界了。阿维月智就是阿比跋智，就是不退转。弥陀要解说：一未不退，入圣流，不堕凡地。 二，行不退，恒度生，不堕二成地。三，念不退，心心流入萨婆若海。萨婆若海是一切种智海，也就是如来国海。须破一分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才能一念一念。 都流入佛的智慧之海，所以这是极高的境界。但是凡夫往生之后，首先是未不退，接着就都不退了。极乐世界每演一成，诸往生者都发大心，所受用的是大乘法药。 所以不堕二乘地，正行不退。极乐世界没有退缘，一切都是增上，寿命又是无量，所以必正念不退。所以药解说五逆十恶，十念成就，带业往生。 居下下品者，皆得三不退，并极力赞叹说：“既是凡夫，又是阿比拔智；既是阿比拔智，可他仍是凡夫。十方佛土，无此名相，无此皆位，无此法门。若非自心自性。” 登峰造极的妙德所致，与持名念佛的奇特功勋，再加上弥陀的一城远海，怎么会有这么殊胜无比的奇迹？下面总结一下第十六品经文的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：西方极乐世界。 是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，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和阿弥陀佛无二无别。经文中的“亦复如是”，说的就是极乐世界的平等。第二个要点：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环境殊胜。 表现在行道自在，无论你修学什么法门，用什么方式方法修学，都不会遇到障碍，真正体现出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第三个要点，万万不可追求神通，真正的神通是自性，神通。 不是学来的，不是求来的。外求的神通是假的，是危险的。滥用神通会使你陷入魔境。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正信，不能迷信，不能误入歧途。第四个要点：极乐世界唯眼一成。 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极正三不退位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的阿维越智菩萨。十方佛土唯西方极乐世界有此法门。第五个要点：西方极乐世界是怎样成就的？ 一是阿弥陀佛自心自性的登峰造极的妙德所致；二是持名念佛的奇特功勋所致；三是阿弥陀佛的一城愿海。下面讲第十七品经文：全持功德第十七。 请看下面经文。右七讲堂左右，全池交流，纵广深浅，皆各一等。或十游旬，二十游旬，乃至百千游旬，湛然相接，具八功德。这一段经文。 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全持的功德，也就是讲七宝池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。开头两句，讲堂左右全持交流，这是极乐的总相。极乐国中各处都是这样，在讲堂之外。 全池环绕，四通八达，国内到处都是如此，所以是总像。以下，纵广深浅，皆各一等，表全池的大小，这是别项。全池的长宽和深浅，有不同的等级，有各种的形式。 各种长度、宽度、深度都很相配，这是皆各一等的意思。全池的大小，有的是十油寻，有的是二十油寻，乃至到了百千油寻。池中的水湛然相结，清湛芳香。 洁净具有八种功德，所以叫八功德水。《阿弥陀经》的唐译本中说：“何等名为八功德水？一者澄净，二者清冷，三者甘美，四者清软，五者润泽。” 六者安和，七者饮食除饥渴等无量过患，八者饮以定能长养诸根四大，增益种种殊胜善根，多福众生常乐受用。水能除恶，长养诸根。 还能增益善根，真是不可思议！极乐众生真是多福，请看下面经文：岸边无数旃檀香树、吉祥果树、华果横方，光明照耀，修条密叶，交付于池，出种种香。 事无能预，随风散复，沿水流分。岸边有无数旃檀香树，旃檀是印度香木，俗称旃檀木，和吉祥果树。吉祥果，中国没有，形状像瓜蒌。 中国用石榴代表，一花接许多石榴子，表示吉祥。花果恒芳，花跟果都经常是芳香。光明照耀，花朵果实都放光照耀。修条密叶，很长的枝条。 很密的叶子，水边、岸边都有树。树长了很长的枝条，交付于池，延伸相接，盖覆在池水上面，放出种种幽香，香气美妙，不是世间的种种妙香所能比拟。随风散覆。 沿水流分，随着清风散布本体的相互，沿着池水流送花味儿的芬芳，使人身临清风流水送来的芬芳幽馥之中，境界美妙，文字也美妙。写到这里。 不由使我想起了二零一七年，我刚来这里不久，大约是七八月份吧。有一天傍晚，我们四五个人坐在放生池边上的柳树下聊天微风吹动长长的柳枝条，轻轻摆动，让人感到惬意。正在这时候，菩提心说。 哎呀，好香啊！你们闻到香味了吗？我说，我闻到了一种淡淡的清香味还出了四句话：“同餐道友唠家常，连风阵阵扑面香，感得天人此间过，也要驻足听端详。”那种感觉。 真是太美妙了，请看下面经文：右复持世七宝，地部金沙，优波罗花，薄檀摩花，拘毛头花，分陀利花，杂色光茂，弥覆水上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。 还又用七宝来装饰莲池，池的底部上面铺满金沙，池水上是四种颜色的莲花：幽波罗花、青莲花、薄滩摩花、红莲花、鸡毛头花、黄莲花、分陀丽花、白莲花。 各色莲花各放妙光，覆盖在池水上面。《阿弥陀经》中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。说明四种妙莲放出的妙光。请注意两个“妙”字，妙莲。 妙光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才有放光的妙莲。这四种妙莲所放的妙光，与本经的杂色光貌正好一致。杂字有众、集、合、合的意思，所以此处的杂色。 是指不同颜色的妙光汇集合配，并且光色明亮，所以经文里用“杂色光貌”，可以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美丽油画。请看下面一段经文：“若彼众生过于此水。” 欲治足者，欲治膝者，欲治腰腋，欲治颈者，或与贯身，或与冷者、温者、急流者、缓流者，其水一一随众生意，开身越体，静若无形，宝沙映彻，无身不照。 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彼国的众生，若到池水中沐浴、游泳，池中的人想水到足就到足，想到膝盖就到膝盖，到腰就到腰，到腋就到腋，到脖颈就到脖颈，想淋浴就淋浴灌身。 想凉一点儿就凉一点儿，温一点儿就温一点儿；想水冲的急一点儿就急一点儿，慢一点儿就慢一点儿。水一一随众生意，池水对每一个众生都能满他们的意。试想，只是在一个池子里头，许多人。 都在游泳沐浴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，要浅就浅，要深就深，想急就急，想慢就慢，想温就温，想凉就凉，个人满个人的意，这就彻底打破众生的情见，全显华藏世界。 十玄门不可思议功德，在一针法界中，一根毛，一粒微尘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全法界。局部可以含摄全体，如同地网上的千珠，每一珠都映出了千珠的光彩。 一真法界就是法身，就是佛心，也就是每一个众生的妙明真心。因此，极乐池中的水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所以，无知而辨知一切，在水中众生的心意，不需要造作安排。 自然一一圆满各个众生的心意，同时同地出现各种不同差别的境界，妙应无穷，不是有思量的凡心所能理解。开神悦体，静若无形。水不但自然适应。 每一个浴者的心愿。更殊胜的是，这水能开你的神明，使你身心爽朗，增长智力，并且洗后身体舒适安乐。水清湛净洁，如同虚空，没有形状。水清见底。 池底的宝沙都能彻底应现，水中没有任何一个深处是宝沙映照不到的，所以说无深不照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